我们挂的是主任的诊，就一个。 那你看他现在手已经不肿了，前那个住院之前他那两个手肿了，对对对，现在前几天怎么是哪里发炎？尿尿尿尿泌尿科，对对对，你看现在尿道发炎，对对对，你看这个手，现在好了，你看这个手都不肿了。 就是还是要之前肿得很厉害，我们还去看骨科。是因为怎么样？就医生就是说没有动啦，没有给他动。他没有动。是不是买一个那个铁那个石头那个球给他这样过？没有力气。没有力气。没有力气。这样就好了。妈那边有灯光吗？不行。 他叫哥的眼睛，叫做28号回来。哦，大哥是吧？28号。爹爹现在也上班了。 对，上课了，上课了，没有空了。你看，就这样，在运动，还在运动。医生说，他们的看护所的人会不会帮他？不会，不会呀。我跟你讲，两个人都管20个人，他管他吃喝拉撒就不错了，对不对？ 你想想看，你要是两个人要管20个人，你还有什么力气？光他们还要煮饭呢。啊？这样子，这看护所那也太难了。很难干了。啊？护工也这么少。我也搞不懂。你不要问那么多。 因为女生是刚刚生完一批的，所以现在男生已经晚就会过来。然后就写卡纳的诊断，是那个养护所，每次都嫌我们回去太晚，因为超过12点，他们12点才下班。我是在7楼吗？对，我们已经回去了，昨天回去。回去养护所。昨天我们本来在9楼，九溪，我们本来是泌尿感染，对对对，泌尿感染，然后住院发烧，发烧，我们去看那个邱医生，医师，邱医师说，要来看看，因为我妈以前泌尿科感染，从来都没有发烧过，所以她有点担心我妈妈是不是新的问题。 所以他想说，那来做一个那个比较完整的检查，这样。好。加入平安以后，爱以后哈，被关转了。哎，做给他做手的，手的按摩。 9，10，11，12，13，14，15，16，17，18，我觉得9，跟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好像很短，因为一下子时间就到了。 然后你没有抓紧机会做一些事情的话，就这样了。
就时间就过了，什么事都没做到。所以你看，如果在这等，不做什么事情，那就一个早上就这样，就这样了。你们可以坐上来吗？今天你要不要坐上来？但也可以。这只手这样吗？好，那这只手。好，握握手，好朋友。啊，你看他这个手指头，你看这个手指头，这个手指头可以弯，这个手指头就僵的，这个手指头要弯，它很困难。那这个手，因为它有时候会这样，那这三个手指头，它一直都是僵直的，你看到没有？中间没有动。对对对，所以你看这里，因为这里没有动，所以这边，都这样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，还在照，就照我妈妈跟我，我在干嘛？做按摩。为什么要照？啊？为什么要照？哎呀，流程。流程。这是我跟我妈妈的亲密日记。哦。影音日记。影音日记。真的，哎，而且我这样可以看到，可以看到他用那个什么手机，他的进步的情况，因为你，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。你如果有照，像这个手，上个礼拜四我们来看骨科杜长华的时候，那个手是肿的，是肿的，这样比较好。对，那你看现在，所以我就对，那我们用语音记录起来就很清楚。那你如果用文字写日记的话，你怎么去描述这个手肿成什么样子，什么什么很困难。你看，从这就很清楚的看到，这整个手，这本来这里肿得很厉害，现在都没有肿，看到吗？哎，消了。对。但你看，从这里也可以看到，他这个手一直是僵直的，你看到没有？而且这个现在只有食指，只有食指会弯。那这个中指跟对，那他要我们这样做，他要我们把他这个手这样弯起来。可是你看，我弯不动他。那个复健师帮他弄的时候，他就很痛。所以他在他很痛的情况呢，我就多给他这样小规模的按摩，因为他一直这样。那现在这个他因为有，你看他刚刚抓这个，我都不。可是他都是这样，他只有这个手在弯，这三个是不弯的，所以我需要就是很耐心的跟他握握手，你要握握手的时候，我就这样跟他稍微的按一下，在他没有很抗拒的情况下，稍微的给他按一下，可是那个复健师有时候就会很用力的给他按。那他就会抗拒，他就会痛，就会抗拒。所以呢，我就在那个去看那个复健之前呢，我就这样小幅度的给他动，小幅度的给他动，你看小幅度，你看小幅度，你看他其实是痛的，他是痛的，你看他其实是痛的。对不对？其实是，但是就必须这样。他其实是不是很快，不是很舒服的。但是如果我不这样弄，他又会肿了。对。
那这个呢，就是要慢慢一次弄一点，一次弄一点。你看，其实它是痛的，对不对？妈妈会痛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会痛，我知道哦。我知道会痛哦，哈、哦，可是我会很小心，哈、哦，好不好？痛也要，痛也是要小力小力的运动一下，哈、哦，好不好？啊，小力小力的运动，小力小力的运动一下，哈、哦。你看，就这样轻轻的，轻轻的这样拉一拉，有一个幅度，哦、慢慢慢慢的幅度慢慢的增加，你看。这手你看它其实是很紧张的，会痛的，它是会痛，它是会痛的，你看它，对不对？会痛的，对不对？我知道哦，会痛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呼呼呼，毛哥高兴咚哈，高兴毛公猴啊。你刚刚好像说，看没啊？啊，你看了吗？好蛋糕。就这样跟他慢慢的按摩按摩，因为他去做复健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给他按。现在没有做，现在还是要做。今天下午还是会带他去啊？在哪里？有到中校，有去的。在中校吗？中校也有来，然后我们附近的诊所，小诊所有。这边有复健科。这边有复健科。本来我是没有来这边做复健，可是我住院的期间，我要求他们要做复健，所以他们就给我们。那个找了一个老师，复健老师。那个复健，那我发现他们这边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他看这个复健老师就同一个人。他去诊所的话，他是轮班制的，所以他一直在轮班。啊，一直不是同一个人，所以今天去是张三，明天李四，后天王五。就不同的人在那里，在那你现在就，所以我就这边我也准备要来，下礼拜要跟他挂号，那这样至少一个礼拜有两天是同一个人，而且这个人会一直给他看下去，就比较有系统。比较有系统，对，你看这个手，他原来来的时候非常厉害。那我就去，我们去复健的话，那个老师会这样给他弄，他就会抗拒，就叫他厉害这样。所以呢，我一定要复健。对，我们去那个骨科，那杜宇科那边，那他有一个助理，就。他那个主任叫那个助理教我们，因为我问主任说，哎，怎么肿？因为我妈是他的顾客嘛，阿姨，你好像分钟了，应该可以停了吧？你说什么？这个应该可以关了，因为已经一直在分钟。哦，这样。对对对，因为就同步维持一个。